姥姥，你怎么在泥里挖东西？这玩意能吃吗？你小子懂什么？这是田螺，很好吃的。姥姥，别录了，这玩意浑身都是泥，能吃吗？你小子等着，姥姥给你上一课，让你尝尝田螺是什么味道。姥姥，这个能好吃吗？不好吃，姥姥费那么大劲摸回来干嘛？这玩意这么丑，能做出什么味道呀？你看着姥姥，这不就知道了吗？姥姥，这看上去好好吃啊，我都流口水了。来，快来尝尝姥姥做的螺丝。来了。嗯，这好好吃啊，跟鱿鱼肉一样。嗯，好吃。来，圆圆姥姥帮你挑一个。嗯，真好。